老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这次玩笑开大了，还是赶紧追上苏小姐解释一下吧。嗯，算了，我自己打个电话吧。没想到咱们处变不惊的徐总也有害怕的时候呀。这丫头啊，真是会捣乱。喂，允儿。喂，奕晨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怎么还没到啊？我有点事儿呢，你再等我一下吧。 明明说好了的呀，你说好了要陪我出席的，我们要去抢救那个宋真雅的风头，怎么说话不算话的呀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徐总，要不然我给苏小姐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算了，走吧。 资料您还是亲自看一看吧，我觉得内容有些欠妥，关键点都模糊不清。我现在没有时间看。没事的，徐总，放心吧。什么？是哪位啊？他叫苏小小，是一个狗仔记者。最近奕晨特别关注他，两个人总是死。 这长得还没你好看，还是个飞机场。你是不想坑我吧？我坑你干嘛？奕晨哥之前都一直跟我在一起，我坑你有意义吗？争得过我？但是，你不觉得苏小小的出现很奇怪吗？我怀疑。 通行证吗？ 每个人都有卡，自带独立的身份信息，内部区域必须刷卡才可以通过。要是你没带通行证的话，万一……
什么的，就可热闹了哟。出来警报？姐姐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宴会结束，起码还有一个小时呢。我知道哪有好吃的，我带你去吧。谢王氏集团，晚会开始。老板，出事了，宋小姐的杨明可可不见了。什么情况？可可不见了？是这样的，因为可可比较懂事，而且她不喜欢人多，所以我们也没特意派人看着她。不过我已经查过监控了，可可是跟着一个女人走的。
的笑脸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。可是你呢？你居然狠心把这一切从我身边带走。带走？你在说什么？是我救了可可，而且我还受伤了。你还演小小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就你们这些狗仔，成天干扰别人的生活。你伤害我就算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的孩子？什么时候演技这么好的？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的孩子？你别诬赖我！警察来了，你自己跟他狡辩。我觉得宋真雅说的有道理，说不定他身上还藏着摄像头什么的呢。对，你拍的那些照片是必须要删掉的。是你自己交出来呢，还是我们搜身呢？你给我搜。我爱死你这泼妇了！再我没有。各位。情况给大家造成了困扰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徐总严重了，徐总不至于吧？这位苏小小女士，确实不是被我们邀请的客人。我的意思是，她和你们不同，她并不需要被邀请。徐总这话说的有欠考虑吧？您是要包庇她吗？不是，您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可以自由进出这里，是因为他是这里的女主人。
带夫人去看透地。好的，徐总。
你以为我听不到是不是？把他给我扔下去！他是我老婆，说好不对啊，公公，怎么这就说出来了？怎么可能？就他，他怎么可能是你老婆？其实我的父亲与许晨的父亲是老战友，退役后各自接管家族企业，就定下娃娃亲。我和许逸晨也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。去世的早，我更是在一次劫匪绑架中落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所以有些自闭。父亲为了我殚精竭虑，家道也渐渐中落了。好在我总算是在父亲的关爱下，渐渐的性格积极向上，成为了一枚元气美少女。逸晨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他怎么可能是你老婆？你怎么可能结婚了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们出国前你的事，好像我愿意一样。你在讲什么事？阿姨，我们许大少爷不在国外招蜂引蝶，反而回国招惹我，你说我是该表现的受宠若惊，还是让你滚呢？你在讲什么事吧？阿姨，我们许大少爷不在国外招蜂引蝶，反而回国招惹我，你说我是该表现的受宠若惊，还是让你滚呢？你说什么？离我远点，臭不要脸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的父母下周回国，所以许夫人是不是应该收收心，回家学个做菜？我的相机，许一晨，你这个祸害，你拍我相机！你别过来，你可别想对我施弄什么。我可警告你，美男计对我没有用，今天你要是不赔我相机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
会。不心爱的样子，免得到时候露馅。许一晨，你怎么乱弄人东西呢？这不就是一杯玫瑰茶吗？味道还一般般，也不知道你放了几年。你喜欢？喜欢我就帮你把这家公司买下来，以后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许一晨，这么多年我都没舍得打开这茶，你随随便便就把它给喝了。还拆了我的礼物。初恋，你初恋是我兄弟。好了老婆，你先别生气，我答应你再也不动你东西了。滚，谢谢你老婆。解释，我跟韩雨娥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关系，都是他们乱写的。你懂什么？我生气的根本不是绯闻好吗？而是这么完美的照片，竟然不是我拍的，简直毁了我天桥一姐的名声。等着我挖，下午还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振作振作。我说你这人到底完美。
我没事。哎，你先进来吧，别在门口站着了，我头发还是乱着呢。我先去换个衣服。有点怪怪的。今晚我和徐一晨已经结婚了，但启明毕竟是我的初恋，就算不能跟他在一起，还是希望我们是朋友。更何况在徐一晨出国的这段时间，一直都还是季启明在照顾我，这让我有种错觉，以为我还没嫁人，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。唉，
觉得你这个决定还有欠考虑啊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你就不用多说了。喂，哪位？小许啊，还认识叔叔吗？看你这事干的，这才几个小时，苏小小和宋真雅的信息都已经上头条了。这本来是我们的独家头条，对你有那么大的希望，你就用这几张照片来糊弄我？老大，哎，徐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。小文，你听好了，赶快发动所有的人脉和资源，一个小时之内必须搞定苏小小这件事情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快去呗，快去。这个热度是炒得越高越好，随便点开一条帖子就有上百万的评论。是什么？宋真雅演技，我的演技很差吗？还呵呵？就你们这些背后捅我刀子的人，我是一定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这你们的好日子啊！什么捐款啊，小朋友？
滚！赶紧回去吧，先要送去医院。我揍他！干什么？逸晨哥哥为你受了这么重伤，你在这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，你挺厉害啊。什么？徐晨受伤了，严重吗？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，这里没人惯着你。你谁呀？我跟你说话没？韩允儿，徐晨到底怎么了？他受伤了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逸晨哥哥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？你还好意思？没事吧？倒没大碍。
总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和你说。生气了，今天都没。薛总今天确实是因为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要出席，还没能来看你。刚才还在一直嘱咐我呢。徐成为了救我受了伤，我却那么恨他，恐怕他要恨死我。但是，一想到他的任务，你就别多想了。其实过几天就是徐总的生日了，我们可以好好准备一下。啊，真的？最近事情太多了，差点把他生日都忘了。不管你是演戏还是怎么样，以后最好提前通知我一声。哼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。可我准备再吓吓他们。不要牵扯到他，听不懂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乱来的。我的目的你知道的。好了，不废话了，你打电话过来到底想说什么？
是啊，以前乖巧听话的允儿，现在啊，也变成刁蛮任性的大明星了。不就是因为我跟苏小来斗气的事吗？你这叫斗气吗？哎。好了，知道你心疼苏小来。不管，反正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和苏小来公平竞争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一成哥哥的。又开始胡说八道，吃点水果吧。算了，今天不喝这个了。艾丽他们快来了，我去接一下。你这样的三流狗仔记者，怎么能和我们家允儿比？别跑！别跑！加油！给我滚出来！给我滚出来！你是自找的祸，千万别接回去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你们这样会让我很为难的。允儿，你和徐总才是最般配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、啊、就是、啊。大家误会了，大家误会了。这是一个误会，苏小姐是无辜的。啊？什么误会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不是你在粉圈说让我们来帮你的吗？就是呀、啊。你怎么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徐总现在不方便出面，他现在让我带三个人。赶紧撤！什么意思啊？让不要让他走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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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今天的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为之，如果我这个时候出面帮你，肯定会有人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。徐总，其实这件事情只要你几句话就能解决。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杨洋说的是韩远与富少有染，如果现在许一晨出面，不反而坐实了这件事？一旦大众觉得谣言是真的，就算是立刻压制也会遭到强烈反弹。外面人好像散了。我今天是为了帮苏小小才引火烧身的。你，我带你先走。我不是在赌气，我只是觉得很憋屈。身为天桥一姐，竟然三番五次的被人利用来制造话题。今天要是……陷害的真相。允儿，我怀疑这里的安保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可能事情比我想的还要更严重。你的意思是有人要害我们？对，小小可能还会有危险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把他接过来。小小小小，为什么你脑子里只有小小？为什么你不能关心我一下？喂，启明。
报警了，没事吧？小小的报警。等等，什么事？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伤害小小的？想知道的话，自然有很多办法知道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保护不了小小，那就我来保护。季晴，你为什么还要缠着他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如果你把我当兄弟，就离他远一点，我离他远一点。兄弟，你还有脸说兄弟啊？小小跟着我成为幸福，你明白吗？是，你是许氏的老板，可为什么你给小小幸福的方式是一遍一遍的让他陷入痛苦啊？不过今天确实多亏你了。说什么傻话，好好保护他，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，我一定把他从你身边抢走。你小子又想挨揍了是不是？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知道小小他要受到危险。你看一眼网上最新的消息就全明白了。小小，启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小小，你现在最安全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徐玉成的身边。
应该去玩会儿吧。叫你一声老公，老公，我受不了了，有必要把老婆。